那谢校长，那谢谢大家，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哦，在接下来大概一个小时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呢，跟大家来互动。那我们看到我还没有说明，就已经有人问了问题了，非常好，就是自发哦。那但是我还是说明一下规则，就是大家扫这个的时候，下面可以看到这是匿名的，那所以我也不知道是在场的人问的，还是线上哪一个人问的，因为反正大家滑手机嘛。那所以这样子的话，问题就可以问的比较直接。那在现场当然有一个特权，就是如果举手的话，我会看得到。那举手的话，我们这边有数位麦克风嘛，就是好几位麦克风的意思，所以就是大家都可以拿这个麦克风来发言这样子。那现场举手的优先顺序还是高过线上的，但是我们尽量让线上的其他几个教室也都有相同的议题设定的参与权，那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是说，在大家扫了 QR code 或者 slido.com 输入12020，也是到同一个地方之后，是可以为彼此的问题按赞。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问题，你也很想要听我回答的话，那你只要按赞就可以了，它就会浮到比较上面去。那你如果觉得说，这个问题，你觉得不是很想听，你想要听别的问题的答案的话，那你就直接在 slide 上面 po 上去，然后跟你的左邻右舍拉票，然后这样子你的问题就会浮得比这个赞要来得多。那大概就是这样子，应该大家都有手机哦，看至少这个会场的大家都有手机，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有的时候我去别的中学演讲的时候，他们会说啊，手机被锁在哪里，那要赶快把它拿过来。但是显然大家对于过程教学都非常的已经有心得了，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好，那所以以上就是时间空间结构，没有问题，我们就开始了，就开始。那有五位朋友问说，想请问您哦，在前天的公投四项不通过有什么看法，以及对于台湾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啊？然后那就是很棒的问题。有的时候最新问题会开始就是有那个自己自问自答的情况会发生，那就是正常能量释放。要特别放在线上，比如说麦克风可能会有声音。那也是正常的情况哦，但至少有一个数位麦克风。马上换一个麦克风。好，那比较认真的来回答了。我觉得重点比较不是通过还是不通过，我觉得重点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大家对于这四个题目有没有新的了解？那我觉得这个看起来是有的，就是不管是本来是哪一种专业的朋友，他在公投的过程里面，他都必须要把他的专业变成不是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而绝大部分人不知道，他只有小心这个专家或那个专家。那透过就是四次的讨论以及就非常多的媒体朋友们的协助，那到最后关于这些专业都变成一个比较缓坡的情况，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比自己稍微懂一点点，稍微比自己不懂一点点的人。那这个转移就是说，把他专业的知识变成大家可以至少起码看得懂这些专业正在做什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另外我也觉得很高兴的就是，比起2018年的公投来讲，这一次呢，就是它有很多达到怎么讲，也不是妥协，就是创新，共同价值的创新的可能性。那举例来讲，像三阶外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在最开始发起联署的时候还不存在这个方案，那等于不管是重视这个的，或者重视那个的，在以前经济跟环保等等，很多是零和的这种价值嘛。但是在公投的这个大家民意的表现之下，那这些报告团体他们自己提出来的一些能够量的，都能够兼顾到某个程度的折中经济方案，那到最后就变成经济部的主要方案。那这个也跟以前经济部的立场其实是有点不一样，它已经是受到这些环境运动人士的协助，才能够做出这样子的折中案来等等。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公投这个制度，它在事前的充分讨论、充分执行的那个时间只要够长，那我们这次看到它凝聚出的公共价值，就比2018年的时候要来的又更好一点。那我觉得我们在未来就是会有当然更多的公投的题目，只要每个讨论的品质都以这次为低标，可以更高更高。那我觉得最后不管是同意通过还是不同意通过，那都会建立的很好，就是对事不对人，而且不管是所谓的这个正方赢还是反方赢，那至少另外一方也会知道说，那它相应的配套是什么，就不会有一种好像满盘皆输的那样子一种感觉。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一次让我蛮高兴的，它的讨论品质显然比2018年的那一次好，那希望未来可以越来越好。那有十位朋友问说，请问要怎么样在做自己的当下来确认自己走的路是正确的？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有没有办法
对旁边的人产生正面的生命影响力，意思就是说，就是自己登出的时候有没有比登入的时候让社会或世界变得更好一点。那我觉得这样子就是正确的路。所以按照这个定义的话，自觉路并不是自己说了算，也不是所谓做自己说了算，而是要不断的去问旁边的人说，哎，那我做了一些新的事情，那这些新的事情也许大家觉得习惯，也许觉得不习惯，但是这件事情有没有造成谁的困扰呢？有没有让大家这个本来很方便的事情反而变得不方便了呢？等等。我举例，好比像说，像我在演讲的时候，一开始都会说，请大家扫这个 QR code， 可是我下一句话立刻就会说，如果扫不到的话，可以输入这个网址。我下一句话就一定会说，如果你没有带手机的话，等等，你可以举手，举手之后让我看得到，有些顺序会比上面要来得多。那为什么我希望大家扫 QR code？ 当然是我想要做自己，意思就是说，我希望能够一次跟所有人对话，而不是只有那个有勇气举手打断我的那个人对话，对吧？那但是我想要做自己的同时，我也要理解到说，不是每个人都擅长都喜欢用文字来对话，不是每个人都有带手机，甚至不是每个人都连上网际网络。不过在今天没有这个问题，因为各位只要透过网络收看的，按照电影就已经连上网际网络了。但是就是说这些落差、这些弱势、这些不同的多元的学习的方式的朋友们，我觉得在一开始都一定要先问说，那我是不是有对你有一点影响？那用这样的方式来问 ，So when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就是关于谁的事情都没有参与的情况下，那这样子我才能确认说我的走的路是正确的，而不是不小心就把一部分人忽视掉。那我再举例，好比像说，像我们今年大家都知道我们推出所谓的简讯实验室，所以大家扫 QR code 就可以自动发一个简讯到1920叫按送出，你不需要像以前那样填自己的一个电话啊什么东西。那这个店家也就不会知道关于你的任何个人资讯。那这个资讯28天如果医疗人员没有来调的话，就永远都删掉了。所以可以说是一个比较保障隐私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也没有认为说，就是因为这个比较保障隐私，我就去说那纸本就不能使用。事实上，我们在5月到今天都一定都是说，没有，这就是一种补充现有的实验室的方法。但是如果你是比较偏好写字，根本没有带手机，不会扫 QR code， LINE加朋友来通也不知道怎么用的长辈的话，或者是任何人的话，那甚至视障人士，他扫 QR code 是非常困难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的做法就是，帮他刻一个那个姓名章，类似连续章。那这样的话，他只要找得到纸本实验室那个地方，那他在纸上任何一个地方盖个章，他就进去了。那我们如果是说一定得扫 QR code， 同样的人就牺牲掉这些，要么是没有手机，要么是不方便使用手机，要么是有手机但他不会带。中心的 App 的这些可能人口的20%，但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是说，大家去扫 QR code 是因为可以让这些朋友更不用群聚，更不用排队，可以更快的进入，所以就变成对双方都有好处，而不是说我为了要做自己，然后去剥夺掉其他的人的这个情况。所以我想以上就两个简单的例子，一个 Smile 一个简讯实验室，但是大概就是去确保说我一开始说，我要做自己，我有自己的创新的时候，确保说任何可能会对我影响的都有某种方式。能够让我就确保我还是在走在就当初的生活里都没有什么世界更好这个正确的路上。好，那我发现大家都很习惯我讲话速度，所以我就不用特别放慢。在某些地方，这个时候 slide 就会突然出现很高票数，说会被请你逗号什么至少换得起啊。对，但是大家看起来接受度都很高，所以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有9位朋友想要问说，请问你对台湾目前的人政策的看法，他是不是有可能达到他们在2025年所设下的目标，以及是不是支持核能哦？不过当然，核能是一个非常宽的一个讲法，对不对？你真的要讲太阳能，也是一个核融合能，对不对？因为太阳是核融合发电，但是这个当然已经超过我们目前对于核能的定义了。但是确实就是目前核能在台湾，大家对它的几个主要的不舒服的地方，那特别是关于当它盖好之后，如果突然上面有一些本来不知道的事情的话，它没法简单搬移的这件事情，那这些确实是有很多做核能的朋友们正在研究，说它可以把核电厂放到一艘船上啊，把核电厂放到一个卡车上啊，就会放到反正就是可以移动。
动的非常小型的自动翻译炉上面，甚至它可以设置一层所谓inherently safe， 就是说它就算是发生任何事故，也不需要有人来做断然处置，而是可以就是保障它本来就是安全的情况。那这些所谓就是新一代的这些核电厂，很多都还是在研究阶段，它还没有真正上转，真正进入开放阶段。但是可以看到说，核电这边的朋友们，他不是不了解说一般的社会可能会，特别是福岛事件之后，对于上一代核电厂保持的这些疑虑，所以他们也很愿意去投资去来解决这些疑虑。当然，未来上转怎么样，我们再看。但是至少它是往愿意这个不是忽略社会这边的风险的感受，而是去解决社会的风险的感受这个方向去接受研究，那我觉得就是很棒的。那当然还有很多别的嘛，什么把核废料装在钻石里面发电啊，那就更远的一点啊，或者是当然核融合融啊等等，那这些当然都是长远看起来可能是很不错的东西，但是我们现在的能源配比还是要靠就是接下来盖得起来的东西来解决哦，不能说二十年之后就会有核融合，所以我们就赌二十年之后有核融合，这是不现实的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想我们现在在做的就是在现在的可行方案里面去做一些选择。那当然，大家对于刚刚讲到这些就是核能本身的这个想法，那跟特定的电厂那实际上是分开的，两次工作的定位是不一样的，得出来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大概是具体的回答今天的问题啊。那至于是不是有办法就是达到在2025年所设下来的目标，我觉得在当时就是能源转型白皮书啊等等，其实它有写很多不同的路径，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些路径，包含我们节能的成功的程度，包含我们经济的成长的程度，包含我们有多少可以去用不管是水利休蓄或者是用储能的方法去度过那个尖峰的地方的程度等等，还有非常多的路径啊。所以我想不是说他们在2025所设下目标是一个锁死的目标，它很多是我们在这两三年看到这些新的技术一旦一来我们就立刻来采用的一种比较灵活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目标本身也是有多种路径，也是不断的检讨。但如果感兴趣的话，是很推荐去看能转型白皮书那个网站，它对于这些不同配比的路径都有非常详细的试算。希望回答这个问题。有22朋友问说，请问您对108课纲的自主学习的部分的看法啊？确实就是新课纲也不太行了。108课纲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我们希望说不是学校变成教育部或者是国教院或国小时候教国立殡仪馆的执行单位，而是说每个学校可以发展出自己的特色的不管是校定必修学生校程强化等等的这些课程来。那在这里面一所学校怎么知道它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呢？各位自己挑题目就是最重要的，就好像是说我怎么知道我在演讲上要准备什么素材呢？就是看上几次演讲大家 slide 问什么问题，我就要去看关于这个的东西了。不然难道我本来就知道小型核能发电机组吗？当然是不知道，就是因为之前有人问的这些东西，那所以我才去就是回去看这些想法。那这就不会是像传统的演讲，就是我准备了200张 PowerPoint， 大家都只能照着我讲得很熟的那个东西听，而是说无形之中你们问的问题，就算今天没有完全被推到顶上，因为我看见31个，大家可能每个都回答完，但是每个我都会很认真看过，就会做功课。如果我答不出来的，我会回去问里面或者部会的同仁说，哎，这题还好没有回到顶上，不然我要被问到了。下次如果有人再问这个问题的话，我除了说我不知道之外，有没有什么别的解决方案呢？那有时候他们就会去转移出一个就是比较适合就是在现场直接讲出来的一个说法，或者是一个网站或等等。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它是双向的交互的。所以我想，在每一所学校的校课发挥也是扮演一个类似的角色，就是大家自己挑专题，自己做自主学习等等，然后让老师知道说，大家对某个东西有兴趣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算不是你这一届，你也是等在帮你的学弟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启发的作用，因为这样的话学校就会知道说，那接下来要开学一些，我要写哪一些特色课程的时候，应该要怎样子反映大家的学习兴趣。所以我觉得自主学习是一个大家一面学，然后一面跟老师，一面跟整个社区对话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做法吧。所以我觉得就像 slide 一样，越让大家有参与的可能性，来一起连接出来的东西，就对之后几届的人，我觉得比较正向的帮助。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有时候朋友们问说，非二元性别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比较方便或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吗？
对我来讲其实是都蛮方便的，因为我非人性别是已入的，大家都知道嘛。那2016年我入的时候，他给我一个人事资料表，那有一个档期，那边我填五嘛，那档期旁边是性别嘛，我也填个五嘛。那所以就是在那个里面，当然他们本来就已经准备好，因为我入的是2016年10月嘛，那8月底其实他们就知道我要入格了，所以所有关于非二元性别相关的空间啊、配套啊，所有这些东西，就在我就是准备要入格的那一个多月里面，阅本部就已经全部都设定完成。那然后到那个之后，好像说我在2月3日9号社会中心、实验中心的另外一个办公室，那那个是本来的空军总部啊，事实上是完全没有什么性别友善空间的那个设计的、哦。那里面可能当年有没有女性或者有几个女性都不知道，但是完全是一个非常空军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设施。那但是在他们就是重新改做成社会中心、实验中心的时候，就邀请了非常多的社会中心者一起去检视那个空间里面，包含电梯啊，对于无障碍的朋友啊，空桥啊，对于通用设计上面的朋友啊等等，都是实际上就是有需求的人自己参与去设计。那当然因为我是非二元，所以我也有参与当时的设计。所以像我们如果去2月3日9号去我的办公室的话，在一楼就会发现说，洗手间就有4个，就是男厕、女厕、性别友善跟文艺友善。那这四个的方便之处就是任何一个就是稍微排队多一点，那大部分人都可以去另外一个，所以就是平均的排队负担对于所有人都减低了。那这个事实上也不是我们发明的，是内政部建筑研究所之前就有给过一个研究案，它的基本的概念就是说所有的这些单一性的空间，你不是去破坏它，而是说你在它的对面或者是它旁边的周边争取更多的友善空间，包含跟你的男性的人的友善。那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它会弱弱相残，我负担会觉得说我的单性别的私密空间受到挤压。但是二方面是说，真的所有人的感觉时间都减少。那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啊，当然还有更多的例子。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一向就是采取的这样子一种就是 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 的方式。那我自己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那所以在设计空间上，我也提出一些建议来。那但是我平常也不做轮椅啊，但是我因为有这种在自己比较弱势或少数的这种经验，那就会想说，我要坐电梯或者空桥，那我们不是这些职议员在这边帮忙规划，而是说一定要去请这个坐轮椅的朋友们一起来体验、一起来规划等等。那所以到现在，我们的那个空间就是应该是非常通用，而且对于80、90岁的长辈啊等等，他们虽然不是坐轮椅，他们可能是拄拐杖等等，但是在整个行走的过程中，他们就发现说，每个细节很多都被照顾到，所以。比较正面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是非人性别还是其他的少数，只要你把自己的这个期待能够很好的去跟像内政部建筑研究所的这样子的一个规范去进行对话的话，那这样子你不但帮助到自己，而且也是让所有其他的跟你类似或纵使不类似，但是他也被类似的情绪考虑到的人都能够一起变得比较方便。我希望回答这个问题。那有15位朋友们问说，对所谓的元宇宙有没有什么看法啊？其实元宇宙对我来讲，就是我很小的时候，是4、5岁的时候，那时候还不叫 Metaverse， 那时候叫 Cyberspace。可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其实就是换一个标签而已，但他讲的都是所谓的共同在场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像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某种程度上有一种元宇宙的感觉，因为除了在这个会场上面的人之外，其他人是透过一个荧幕嘛来让就是有大家觉得说，我也同时在6个教室出现了，这个数位政委有6位政委这样子的状况。但是对元宇宙来讲，当然是反向的也是很重要，就是说他目前的想法就是，那我自己在这边或大家在这边，是不是说我们眼睛上面加装一个什么模组之类的，那我们就可以虚拟的就可以切换在这6个空间当中，或甚至是我们就把这些墙看起来望出去就不是墙了，而是别的教室。我们之前常常做这种就是装饰的教学或者布置的教学，之前有过一次这个应该是 YVS 嘛，去做关于气候变迁，当时COP 巴黎的那个时候，我的一些朋友他就是把3个不同的城市都直接 merge 起来，然后你人如果是在台南的话，你往这边看的就是台北哦，往这边就是别的城市。那所以就是本来看起来是墙壁的地方，但事实上就全部接起来，变成一个更大的这样一个空间。那当然有很多别的做法，好像说也可以说，这个座位空的地方戴上去就阴阳眼，就冒
告诉别的同学们之类，但是总之就是，就像我们在实体的空间里面，应该是每个参与的人可以自己去装潢，自己去改变这个空间的秩序一样。那我从1996年开始做这个，就是我在现实这个题目到现在，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必须它的原件是开放的，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如果他看不顺眼里面的物理定律，不管是光学、声学什么的话，那他应该最好自己泡一份 Minecraft 一样，他也可以自己去泡一份，然后去改他的光学、声学的系统。我举例，好比说像2015年，当时我在巴黎就还没有入德的时候，我就有一次去跟公事他们去召集了很多的中学生跟一个小学生，那他知道在 VR 里面跟我对话，那所以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建模，那我也把自己建模，就像卡通人物这样，但是我就做了一个两个改变，一个是说我把那个场景设定成在的地方，不是我在的地方。那第二个是说，我把我的身高设定成小学生的身高，而不是我自己本来的身高。那所以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就不会有一种好像要仰望我的这样子一种感觉了，而是说我真的可以在小学生那个高度去看他们平常比较熟悉的场景。所以这个共享现实不是我在巴黎的现实分享给他们，而是我走进他们的现实。那同一年我们也做了另外一个，就是让应该是高雄吧，他的一些长辈，那我们是在做一个参与式的设计，就是让这些长辈可能都70-80岁了，然后也是3D建模，但建模之后用数位逆龄的方法，把他们的就是建模出来之后变成他们年轻的时候的样子，所以他们穿着他们年轻时候的样子进入那个 VR 里面。那进入之后呢，不是只有他自己在那边走路时不是后悔啊等等，而是说他看好像到底有一样，等于去让我们这些现代人去进入就是他们在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的那个世界。那这个时候他们就是一个平起平坐的这个情况，但同样不是他们来配合我们现在的技术，而是我们透过这些方式去配合他们脑里面的那个实际的记忆里面的现实。所以一个电视走入大家的现实，而不是让大家配合我们的现实。那这些都是奠基在就是他们这些创作的素材是开放的，因此我们可以任意的去修改上面。那如果是被 Meta 或 Facebook 或什么这些公司被特别硬体或者软体所垄断的话，那就会又变回说好像我们在手机上面的即时通讯软体都彼此不能够互传，你也不能够给它的传讯规则的那个 wall garden 或者 wall prison， 就总是就是有墙壁的地方的情况。那我觉得比较好的就是开放的标准，就像现在任何浏览器还是可以看任何网站，几乎啊，那任何 email 的这个客户端也都可以写 email 到任何的 email 的伺服器端。所以透过这种开放标准继续去做在共享现实，而不要因为说元宇宙好像变成明年最夯的发言词，然后突然之间我们就放弃了我们对开放标准的一些坚持。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希望有初步回答到这个问题。这个真的要讲可以讲3天了，但是我们已经50多个问题了，所以我想说明问题就稍微平衡一下。好，那有18位朋友问说，2018年的时候，关于同性婚姻的同志教育公投，虽然政府就有相应的配套措施，就把同志教育改成不同性倾向跟性别认同等等这种教育，但是当年曾经让很多人受伤过，那地线推动性平等教学也受到非常多的质疑哦。那请问政府未来对于人权议题以及少数族群是相关的公投是有什么看法？我想公投法明定是说原住民族相关的事务是不放弃公投，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对，那其他人权相关的之前有过一个中原平台的提案，专门就是在讲这件事情。那但是因为这个的挑战就是说，我们是说，当然关于少数的权利不能够用多数把它剥夺掉，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说，在好比我刚讲这个例子，在教育里面，你要把同志的字样去改成后来的那个配套，就是性别认同、跟性倾向等等。你说这个真的只是关于少数人的权利吗？好像那条线也不是那么容易划分。所以在当时就他们修正公投法的时候，那一个修正案最后是没有纳入，因为大家很难有一个很好的操作性定义。但是后来去弥补这个的，就会变成是延长他的讨论的时间，然后去拟定他必须要讨论的形式，然后去确保说他不去绑大选。那当然，现在公投结果出来了，至少下一次也不会绑大选了嘛。那我是觉得说，如果我们延长这个讨论时间，讨论品质增加的话，那我们还可以再观察个一两次公投，看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好，那这样子其实最后大家讨论完之后，说不定
就是也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去在群体或少数族群上面达成一个这个强迫或重复化的这个情况。那如果大家都觉得说这个工作不是很适合用来做这种事情的话，那当然未来我还是支持工作团员明天起来和讨论出那个操作是定义来，但是至少那个压力就没有像我们今年这次的这么大。那这次也证明说确实你看这些其他的团体也没有就是趁着这一次的工作来提这方面的议题嘛，所以我是觉得这次是让我们看到说之前的那个就是讨论性演唱确实是对这种就是负面型的动员啊，我觉得是有一点点抑制的作用，但是我还是支持入场，然后这样能够讨论出这个有比较好的操作性的定义来。那还有就是说，我会觉得让很多人受伤过是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也看到说特别是结婚不结姻的那两个公投过的时候，就有一个说不要用民法的婚姻章嘛，所以就是不结姻嘛，家族跟家族不互相连接，不用发明什么儿婿女婿这些称呼。那但是另外一个是说，两个个人的这个权益要用专法保障制嘛，那但是那个公投主人并没有说专法一定要优于还是劣于民法，所以我们最后就做到专法优于民法。那专法优于民法，大家好像觉得还好，所以我们就达到一个就是结婚不结姻的实质，就是说对这两个人来讲，他的保障实质上是协议性关系或者而无不及。那我不止一点点而无不及，那但是因为他没有超连接到婚姻章里面这样子的新的规范，所以至少整个长辈们2007年以前用仪式婚，就是两个家族办一个很大的活动，然后只是各派一个人当代表，其实主要是这两个家族的事情的那种对于婚姻的2007年以前的想象，则不受到我们同婚的影响。所以结婚不结婚，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创新，而且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所有人的接受度平均来看都增加了不少，我觉得这是蛮好的啊。好，那我们发现这个可能最新问题已经开始聊开了，所以有非常多的话题，但是没有关系，我这边只看得到投票数量比较高的。那有十二位朋友问说，请问时间有限哦，那这样子要怎么样提高专注以及读书的效率哦？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每天都睡饱。那睡饱的定义就是没有被闹钟闹醒，不叫睡饱啊，它是个反向操作型定义。所以就是说，只要有睡到自然醒，那我觉得时间就比较多。那但是如果没有睡够的话，时间就比较少。那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我的专注的读书的理解是在做梦的时候发生的，大家可能知道这件事情。书里面有讲，那个就是有某一本关于我的书，后面有个书签说要睡满八小时，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都是在睡前去把所有隔天需要用到的书面资料就快速的扫过，然后你不去打断它，不下判断，几乎不发出声音，那所以就可以非常快的把它批次扫描。就是大家如果有去便利商店扫描过的话，就是它可以全部都扫进去，然后你的原件就可以拿走，然后它慢慢的在那边传真，在那边影印，在那边储存了。所以我的运作也是非常类似，就是我是全部看完之后就去睡了。那睡到自然醒的话，如果中间被闹钟打断的话，那我就全部发给老师了，就是我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我只要是睡到自然醒的话，一醒来大概都会有一个类似像关键词语那样子的一个结构在脑里，那并不是过目不忘，但是关于这些关键词，他从作者的角度看的时候，这些关键词怎么连在一起，那个语义网路那会放在我脑里。那这个时候，一方面我会有些 insight， 我会知道说，这些不同的看法中间有一些共同价值。那二方面是说，我可以记得一些关键词，所以只要有这种关键词，我都能就可以回去去看。那这样的话，第一个这个专注力绝对不是问题，因为我是书到用时随便找，你给我一个关键词，我在脑里再去找到那一个相关的书的关键词，然后再展开变成那个全文解说。所以从外面看起来好像过目不忘，达到过目不忘的效果，但你不需要付出好像过目不忘的那个时间，去看它，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个是说，那它真的是很有效率，因为你反正无论如何都要睡觉，那不如征收一下自己的睡眠时间来工作啊。那所以有的时候，当它这个很复杂的一个输入端，有很多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彼此矛盾、价值矛盾的时候，我就必须加班，我就必须睡到9个小时。那我就才能够就是完全了解这件事情，就是来做一些看法，或者是说之前有去看一部电影叫做《天能》哦，《Tenet》，还有一个时间的顺向跟逆向的这个关系，然后非常的复杂。那所以我在网上看了这部电影之后，那当天我就加班非常久，就睡了10个多小时。那但是一醒来之后，全部都很 make sense， 就是整个在脑里都有一个完整的逻辑跟时序关系哦。那所以一个具体的建议哦，就是说如果没有睡够的话，其实你前面不管就是熬夜。
多久，那其实他写这些长期记忆都是就是所谓 lossy comprehension， 就是说是压缩，但是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他应该来看到的东西，而且很多是你的还没有想清楚的一些初步的判断啊、印象啊等等。那这样的话，看的这个效果就打折扣。那不如就是说，无论如何去时间到，也不去睡。那不管看到多少，然后还不太能够理解的话，反正在梦里就继续酝酿嘛。那醒来之后，我觉得还是实际上面是可以看得到一些事情的。好，那这位朋友问说，坐上这个手摇椅啊，是不是坐在这个手摇椅上，塑料吸管剪断了这次？真的，我来的时候有注意到哎，其实。对，那所以非常谢谢这位朋友提醒啊，确实就是外带基本上是以不是吸塑料为主啊，但是这个看起来就不像是生物的分解材质啊。对，那所以这个就是请下一位这个买天然名茶的朋友可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件事情啊。反正这个不是我买的。那但是我是觉得确实是这样，我们像刚刚提到的很多就是大家自主的提案等等，那我们去跟大家开会的时候，大家都会提醒这件事情，像关于向海致敬啊，还有这个塑胶减肥啊什么之类，不要说吸管了啊，光是就是桌上放的是这个有塑胶包装的瓶装水，那他们就是扬言说啊，我们要推行抗议啊什么之类，然后我们就立刻就只好把它换成这个杯子之类。但是确实，因为如果不是指出来的话，我想一般的行政人员他就是去年怎么做，今年就怎么做。但事实上，大家对这件事情的意识是在增加。那而且我们也确实是说，外带只要有可能的话，都不要去付塑料吸管。然后现在为朋友有这个机会教育的这个状况嘛，那但是我就已经拆封了，不然我怎么样？我来的时候就已经放在这里了，但是我们就良好示范一下啊。其实这个封膜也是可以不需要用在这边的。有二十一位朋友们问说，想请问唐凤的偶像是谁哦？我其实从小就没有什么偶像的这个概念，那我觉得这都是我爸的这个问题哦，因为我爸他教我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我非常小，他要灌输一个概念，就是永远不要被别人灌输任何概念，包括他自己在内，对，自我解消的一个命题哦。那为什么是这样？是因为他很喜欢一个叫做苏格拉底的哲学家，那他有一套所谓禅国法的一套讨论的方法，所以我从小就是我不管是要争取任何东西，我任何想法等等，那我如果不讲出道理来，我如果只是闹的话，是绝对不可能拿得到的。那所以我爸就说，那可以啊，但是你要讲道理嘛。好，那我就开始自以为的讲道理。那但是呢，他也不会正面的说我的道理有道理或没道理，他会提醒我说啊，你现在正在讲的跟你三句话讲的中间好像有点矛盾，或者是说你现在正在讲的它有一个前提，但这个前提并不是放于此而解决的。那或者是说你现在正在讲的，你觉得这个好像是有因果关系，但是我看起来明明只有前后关联而已，真的是。所以就说你问他有什么立场，他没有什么立场，他的立场就是协助我把自己的立场讲得更清楚，把那个思路走得比较通。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后来我就真的是很清楚的看到说，并没有哪一件事情它是绝对对或者是绝对错，而是说它必须要先把那个对跟错的脉络让旁边的人理解之后，我们进入一个共同的脉络里面，在那边去判断怎么样比较好，怎么样比较不好。所以我就想形成一个说，那就是不管是大家有多少不同的意见啊，不同的立场，到最后一定可以综合成共同的价值。那既然综合成共同的价值，那也就没有偶像的这个问题嘛，不会因为某一个人，所以我才特别听他的话，或者是不听他的这个话。所以可以说是从一开始因为接受了类似苏格拉底的这种训练，所以变成说我好像没有办法形成什么偶像的这个条件了。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对我现在工作是非常有利，因为我如果有一个意识形态的话，那几乎我就听不到真话，就是大家就会按照我想要听的那个角度来跟我讲。但是我如果没有一个意识形态，就像我今天一来就说，我并没有一个非跟大家讲什么的事情，那完全看大家按赞怎么样的话，我反而真的能够知道说现在当下大家关心什么事情，所以比较适合做这种协调的工作。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知道，但希望就是至少讲得比较清楚。哎，很多的人说
哦，真的，终于有人要，终于有人要我讲麦片。好的，好的。有的是收音。喂喂喂，这个好，回音比较大。好，那现在这个有比较好一点吗？现在这个速度还是不行的话，我想在 YouTube 上面未来重新播放的时候，大家可以选0.25倍的速度。不管讲得再快，只要用0.25倍播放出了这一段之外，大概都可以听得蛮清楚的哈。好，那我会尽量咬字更清楚一点，然后我会在逗号的时候多听一下，逗号时候会听到一拍这样子。但是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大概可能就是一定放慢到什么程度。那希望大家就是多利用 YouTube 的可以调速度的那个功能。好，那谢谢美琪帮忙这个看最新的YouTube 留言。那不过这个讲的也有点晚了，对不对？我们剩没有多久了。那时间快到美琪的提醒我。那有25位朋友们问说，中国政府对外输很多敌，对内政府高层应该也不愿意冒让自己下台的风险对台宣战。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中国有没有可能对台湾宣战吗？还是只是口头说说而已啊？这个问题应该是就是要问习近平同志啊，不是问我的问题，我也不是我也跟他不熟，我不是很清楚。那但是我不想这里要有一个 point 吗？就是说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不是说去问说他有可能宣战还是不可能宣战，我们的一项的目的都是说他如果真的去做些什么的话，我们确保他的损失，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的损失，是大到他不能接受的程度。那只要这个不断的都能够确保，那任何有理性的人他就不太可能宣战。那即使是说他觉得说那他有一些就是他没有办法过得去的状况，那他也会倾向用外交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不会用战争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所以大概就是不去挑衅，但是任何时候他发动战争，都确保他难以承受那个后果。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这个所谓事不留一待之嘛的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所谓对外输出什么的，那就是他们的外交策略了。那这个可能就不问我是比较好的，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采用这些外交策略嘛。好的，那有27位朋友们问说对于尼加拉瓜断交的看法哦。另外，可不可以请这个政委用英文回答哦？想听您讲英文吗？sure, of course. I think what matters here is a general understanding that all the liberal democracies around the world share the same issue of democracy backsliding. And if we make sure that we make the contributions on a worldwide stage, then we would enjoy the benefits of alliances on the global stage.Because it's fundamentally not about defending democracy against authoritarianism. This is fundamentally about the pandemic and the infodemic revealing that democracy is on the backslide because it can't keep up with the emergent issues that requires a very quick change that is far quicker than the once every 4 years or voting cycle or once every year budgeting cycle. We need to work on the democracy in the here and now to make sure that new positions are fused into common values as quickly as possible. We need to work on the technologies, civic technologies, that amplifies the innovations on a daily basis, not on a once every 4 year basis. And only then can we make democracy relevant again. And I think that is far more important than kind of caving into the Westphalian structure of the Stalinist system, because fundamentally the virus of the mind, like infodemic, or of the body, like the coronavirus, doesn't know about the country-wide boundaries, but rather it really needs to be tackled on a what we call a global neighborhood. So this is what I'm focusing on, is a global neighborhood. It's not any particular Westphalian bilateral or multilateral relationships. So I hope it helps you. Thank you.那我那个委员对
对城乡差距的看法？因为像现在蛮常高中有电机，然后有冷气，但是有一些比较偏向学校，冷气也还没全部盖完，然后也没有电机。我们因为现在大家风头都是问说经济能源发展，但是却没有人说城乡差距问题该怎么办。是非常好的问题。我想在我们这边，就是学习权跟健康权这两件事情，它是我把它叫就是社会主义逻辑嘛，就是不受资本主义逻辑影响的部分。那所以像全民健保是这样，除非你是做医美，那就是资本主义那边。但是就是确保大家都有健康权，这个是国家是责无旁贷。所以以我的理解，就是不管是教育本身的预算，或者是像班班有冷气的那个政策，其实动用了很多别的部会的预算。那又或者像是明年的那个班班有网络生生用平板的那件事情，那这些都是在偏向先发生的。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要说所谓越偏向越先进，就是因为在很多偏向的情况，它是雪中送炭，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些基础建设的话，它其实并没有别的就是解决方案。那但是如果是在都市的话，好比像说，就算不是每个学生都有一台平板，很多人家里有平板可以带来学校啊等等的情况，所以我们会在政策运用的时候先确保说所有偏向那边都已经补齐了，之后我们再来想说，哎，那我们在都市有什么锦上添花的部分去可以做？所以我觉得班班有冷气其实是刚好回应你刚刚的这个问题的提示，就是说我们不会因为它在偏向特别很热的地方去设置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不做，事实上我们就是去尽可能的去投入更多的公共资源，让它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可以做完。所以我想这一部分不需要等到公投了，公投很多是说行政有一个很明确的什么立场，你希望这个立场刚好停下来才刹车，或者你要赶快转方向盘转到另外一个方向，这种时候去提公投。但是你刚提的就是在特别是教育也包含医疗上面去弥补城乡差距，这个是行政院的方向就已经是这样，而且我们已经就是几乎可以踩到底了，那这部分就比较不需要公投来提醒的，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要不要举手？太好了，这边没有举手机。对对，眼看着就是你的题目大概不会有人投票了，所以override 一下，还要给请的。
非常棒，谢谢。其实任何受到这样子，不管霸凌还是骚扰，我自己小时候八岁的时候就学到了，其实只有两个解决方案，而且要同时进行。一个是你要喜欢自己，那第二个是说要喜欢自己的过程里面，把就是跟别人的冲突变成一个大家都可以讨论的题目。那这个时候就不是关乎你，而是关乎这个结构上面怎么样，让之后碰到类似的遭遇的人更好。那大概只有这样才能走出来了。我自己发烧的时候也是这样走出来的。那当然，以你这个具体的案例，因为我第一次听到，那听起来就是第一个是说，现在跟骚扰防治法已经暂停通过。那所以跟骚扰法所有相关的这些做法，其实在当时其实还没有暂停通过，其实也有一些别的法律在管。但是以你所描述的状况，这个就是跟骚扰法处理的具体的太阳。所以我想第一个就是说，可以有一些类似跟骚扰法相关的读书会，或者是类似相关的这些NGO 团体等等，他们本来就倡议这个法案推动，已经推动了很久。那跟骚扰法它是任何关于这个性或性别的这些让人不舒服的这些举动，那它在里面都有各种不同的层级的，可以让人家跟你保持距离，而且确保说他的这些做法不是只有你一个人要承受这个压力，而是就是整个支持系统，整个社会支持系统一起来帮你承受这个压力。所以我想，因为这一段想必会放到 YouTube 上，而且你也可以把它就是截取时间嘛，放给家长看。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并不是你的问题，那这个是结构性的问题。那这个结构性的问题之前已经有一个结构性的回应方式，就是跟骚扰法。那用骚扰防治法，当然它才刚通过，也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是至少就是我们先知道说我们在结构性的资源里面可以调度哪些资源来帮自己忙，而不是说好像都觉得是自己的问题，都是个人要吸收，都是个人要承担压力等等。我觉得这是第一个，这个是最重要的。那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同样重要，就是说从家人的角度来看，那因为从就是你刚刚的讲法来看，就是家人同理你的遭遇的这件事情，可能还需要给他们一点点时间或者是空间，他们慢慢静下来，才比较知道说你实际碰到的是怎么样子的一种情况。那我觉得听起来就是说你在最近几个月已经开始至少自己慢慢沉淀，慢慢有一个心理的空间可以去看之前发生了哪些事情。那我觉得最好的做法就是说，让你的家人可以在有一点点距离的情况下，要么是说你去把它写下来，或画出来，或录音，或者这段录音，或怎么样，然后是隔着这个 social object， 然后请你的家人去跟不管是咨商心理师啊，或者是一些他们熟的朋友啊，对这个题目比较了解的朋友，就这个来讨论说，因为他之后可以怎么样支持。那又或者是说就是也可以去请你的家人对于就是不要卡在之前的那个冲突的情况，而是他们自己也可以写出一些，或者是录一些，或者是发表一些，创作一些，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可以就是怎么样子让你的关系可以恢复或变得更好的这种方式。那不然他是 focus 在不是对那件事情的消解或原谅或什么，而是之后可以创造出那些，如果你或你的家人也碰到新的不舒服的状态的时候，然后下一次你们可以怎么样比较好的彼此支持？那是拿这个就是往未来的，而不是往过去的来当做讨论的话题。那这个也是我们在家族治疗时候很常用的一个，就是团体动力。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去想的一个方向吧。那其他的，因为我一直不知道对岸的细节，所以我也很难给出非常就是痛苦这个建议。但是我觉得光是你愿意来，然后愿意把当做一个 social object， 大家一起来想来讨论，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好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真的很谢谢你，谢谢。那我们再开始一次。好，这样 OK 好，那我们就回来讲公投了。这个脉络切换。在讲公投之前，这个我有个朋友说好久不见了，谢谢。这阵子我们都蛮长，对，蛮长的。有23朋友问说，请问公投是不是失去了它原本的本质？也就是说，原本应该依照事情来评论的公共事务，却变成了正常之争论之战。那很多事情也不是只是可以用是或否来决定的。那公共事务当然应该要做出决，但是是不是成为一个类似于政党独裁的社会？这是真的很好的问题。因为我有一些朋友，这个他做的题目就一直都是这个。那他们在
络上面，这叫 leader 啊，他们在网络上面去请大家一起贡献，往这四案的四次讨论会里面去进行逐字稿，然后他们去用关键词分析去看这些逐字稿里面大家讨论的一些脉络，把它拿出来，然后他们用了一个叫做 Polis 的这套系统，让每个人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想法跟感受，那对每个人的感受大家可以同意或者是不同意，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好比像说在的这个节目上面，其实不管是就是正方或者是反方，任何方的朋友，其实都觉得说稳定发电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且也不管是正方反方加起来，有绝大部分的朋友也认为说，我们有必要建立长期的能源政策，那这个是不管正方反方都不会反对的一件事情。已经过这些四场反复的论辩之后，大家凝聚到说，不管只是正方反方是谁。对，是某个人或者是某四个人，那他都会有凝聚到这个共同的价值去哦。那然后另外的就是，好比像说像来说，那同样的，其实没有人会觉得食安不重要，但是也没有人会觉得说我们不要加强就是自由贸易跟推动国际的经贸。那所以这两个不应该是一个零和的，好像你追求一定要牺牲另外一个。那任何端出来的配套都必须要做到。你看这个是反对的，这个1%，这1%的人觉得吃食安不重要，可能比较少在吃东西，或者是或者是像我一样，对不对？就吃的比较素，对不对？好，那这除了这个一大类之外，绝大部分人都觉得说，你在推动的时候，你不能有在食安上面有所让步，有所牺牲。所以这两个都是高达87%的朋友是共同价值，所以这让我们说，在分数配套的时候，完全不能够去做就是零和的讨论，它必须要一定是两个是同时去做出来的。那公共网大选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提高意愿是很重要，但是投票意愿重要的同时，选务人员的参与意愿也很重要。你不能弄到说选务人员都就是发誓再也不来当选务人员，那这样子我们就必须要这个选务人员可能就变成必须要不是公交人员，变成是就是公信力可能稍微会打折扣的。那这个时候又反过来让就是愿意参与投票的人对那个投票的结果的正当性可能又会受影响等等的。但是在这个情况下，这两个其实是彼此联动的，就是我们要先照顾好权益人员的生活品质。这次如果有人担任选委员的话，生活品质应该比2018年好很多，应该是下午就已经忙完了，跟这个以前忙到半夜真的是不太一样。所以那这个就告诉我们说，不管这一案它通过还是没有通过，如果它通过的话，我们就必须要砸4-5倍的成本去确保说选务人员还是可以有生活品质。那如果是没有通过，像现在没有通过的话，但是我们还是要确保说就是调动大家的投票率，好像说下一次公投的时候就会有移转投票嘛，因为大家这一次在那个疫苗登记的时候都已经习惯。在这个地方，我可以线上先说，我打疫苗的时候，我想要算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就叫移转嘛。那所以，创选会接下来就会用类似这个界面，让大家在公投投票前可以把你的票移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名册上就冒出你的名字来。那这个时候，我想对投票率的提高绝对是有帮助。所以就是说，就算他没有把大选，我们还是不得不回应这个把投票率提高的这个诉求，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那当然，最后就是早教嘛。那早教当然就是一方面是说，当然经济成长超乎预期嘛，所以就是怎么样的，就是各种发电现在都必须要来考虑。跟以前让我觉得说我们经济是平稳的，不会成长很多，也不一样。现在是就是突然间经济高度成长的情况，但是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这个大家都要寻求最大的平衡，而没有人觉得说可以牺牲一边嘛，所以这也是很类似那个食安的难题的情况。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到这个问题的题面嘛，就是说只要还有人在进行这样子的分析，只要还有人在投入力气去在正反方之间去寻求刚刚讲的那个价值的了解等等，那这个跟政党的关系就不会变成100%。当然我不否认说真的有政党动员，那可能两个主要政党都有一些责任，这也是事实，就是把它变成是好像都怎么样都不怎么样的情况。但是至少还有人在做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去把它不是从头开始，它是去跟2018年比。那我觉得跟2018年比起来，这次的工作跟政党的距离稍微没有那么有关，但是还是有关，确实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当然应该要问的就是说，那2年以后的那一次工作，假设电子烟已经上线了，那就更容易成案。
假设移转投票已经上线了，那就表示投票率被动到，那这个时候等于政府不得不说明，以及各个专业团体不得不说明的这一段的这个责任就更大，因为它更可能过关了。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有没有可能在维持讨论停止的情况下，让它移转去再远一点、再远一点，离公民社会再近一点、再近一点？我觉得这个才是更重要的。但是至少从我看起来，它离2018年当地焦点的话，并没有后退，是有前进的。那就是接下来可以怎么样前进更多？希望大家成果，谢谢。好的，那对，又有一位朋友这个开始自己跟自己聊天了。有时候就是这样，这就是正常能量释放，就是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好，那有三千位朋友问说，对于现在网络上面流行的虚拟偶像，就是 VTuber， 有没有什么看法？我会一直被 tag， 就是之前就是有 VTuber 以前，最多就是看猎人的这个聊到频率的时候会 tag 我。那但是就是哪个意思？但是现在因为有 VTuber 啊，所以那个 Hololive 每次那个伊娜换一个装扮的时候就会有人 tag。每次化妆还是跟唐凤更像一点之类的，对，就是眼镜啊、额头啊什么东西。对，所以就是我就算不想了解这个字文化，我都被逼着要了解这个字文化，就是因为没事就会很佩服。啊，那但我自己在稍微了解了一下之后，我觉得蛮好的，我自己是很能够接受。那因为我自己的就是肖像权是抛弃的，大家可能知道，就是不管是客委会要把我的照片做成什么唐凤过台湾那半年前，然后过冬天什么东西的。或者是说，日本那边有一个饶舌人叫 Cosmonauts， 然后就会拿我的演讲，然后用电脑合成，变成他们的饶舌歌的一部分等等。那我就是采取一个版权没有，就反应随便的这样子一个态度。所以我想这个跟就是在就是同人界去觉得二创三创是就是我们叫什么一次设定没有嘛，二次设定随意嘛，对对，那样子的想法其实是非常像的。就是我并没有觉得说，我一定有我的肖像的情况下才能够使用，而是随便大家怎么样用，我都是采取一种很有创意的这种态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确实像日本的漫画家也有把我画成一个肖像叫豆粒豆粒，他们也自己在那边去演什么漫画。那或者是说也稍微爆个料，就是说最近可能有某个这个行政机关会推出一个让大家警觉 deepfake 的宣传片，那里面就是他才没有用我的同意的情况下，把我网络上所有的这些肖像会呈现一个 deepfake，然后请演员来合成唐凤。那而且他最后是说，这个你可能觉得这样子演唐凤不是很像，可是他可能是因为你平常关注唐凤，如果这个你没有关注的人的话，那这样子是不是一下就可以骗到你的观众？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技术都是很成熟的。那我对这个技术的看法就是说，我们让大家尽可能快的知道，这个就跟 Photoshop 一样，是每个人都可以掌握的一个技术，那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技术的范围里面去做自己 comfortable 的这件事情。那像我这种抛弃肖像权就随便大家做原图，但是如果其他人还没有抛弃肖像权的话，那你也不可以去任意的去侵犯他的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 ethics 啊，这个伦理道德的这个边界，基本上就是靠着大家都有参与的这个前提底下去把持住啊，而不是说好像这种技术不应该发展或者不能发展，或者是小众文化、私人文化，那我是不会这样子看。我觉得就是一种创作的方式啊。好，我们表定还有几分钟，还有20分钟 ，OK， 好，那我们就大概到3:20。有三十九位朋友问说，如果对话记录被误删的话，是不是有办法补救？不好意思，是吗？OK， 是在哪个人？我补充一下，因为那个同事就是他就是用社群媒体传给我妈，然后我妈觉得他说的不对，对。当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妈也极力想把这个聊天记录删掉。对，她说她要保护男士。所以呢后面她真的删掉了，我很认真在找，在找她。是 Messenger 还是 IG 的？对啊，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它 IG 也好 ，Messenger 也好，什么它都有一个退出的功能。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想要保持就是某个记录的话，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定期的去退出，这个比截图要稍微容易一点点，当然截图也可以了。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退出的习惯的话，以我的理解，是因为它的这个即时传讯软体不
是像 email 这样子，你送了副本之后，你手机里面还有一份，而是它是完全集中化的架构，就是你先登录它的网站，再发一份出去。所以如果你就是它删掉，然后你的手机上面也删掉的话，那以就是 IG 的角度来看，它那边也已经没有副本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比较就是不幸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会还是建议大家尽可能多备份，就是备份。让它全自动的在背景运行，然后尽量备份到三个不同的地点。这样子的话，就算发生这样子的事情，至少可以去用时光机啊，或者类似的方法去回滚到就是上次有备份的那个状态里面。所以我想主要还是要养成好的备份习惯，不好的意思。来。谢谢，非常好的问题啊。台美关系有没有因为我在峰会上面的讨论而得到什么进步？我觉得有两个进步，一个是说我们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就是刚刚讲的，其实就是我刚用英文回答那一段，所以再念一遍好了。就是说从美国角度来看，他想要做的事情是他想要在内部恢复他的民主的正当性，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也不是秘密，就是美国在过去的几年。他们内部对于民主的正当性是受到很大的挑战，很多人干脆就说民主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民主的制度不代表人民真实的愿望，那甚至民主里面最基本的一些东西，好比像说投票跟计票的正当性都受到了质疑嘛。那这个在我们是其实不容易想象的，除非是你年纪大到记得当年被投票的那个情况，不然的话我们在最近几年其实投票正当性是蛮好的，而且任何人都可以签票，包含 YouTuber 在那边即时计票等等。但是那是因为我们在民主的正当性这件事情上面下了重本去投资。那但是同样的，这个投资在美国也好，在一些欧美国家也好，他们可能已经这样子做了一两百年了，他们不觉得要特别花力气去投资在让民主的正当性不停增加的这件事情上。那他们就发现说，既一方面没有投资，那二方面又碰到疫情啊，疫情这个下去性危害，所以他们就突然间好像溃堤，好像失守，好像变成说，就连什么是事实啊、口罩里面有没有无菌天线，会不会传染这个肺炎，都变成就是竟然需要讨论的一件事情了、这个在我们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很良好的一个互信的基础嘛。任何人只要听到你隔壁的人说这里面是无菌天线，你就马上打1922，有人很详细的跟你讲口罩的组成啊，那或者是说这个会有机关枪，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让你们都很容易接触到第一线的卫生人员嘛。那如果真的有朋友回答不出来，那隔天下午2点在带状节目，这个指挥官就会讲了嘛。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这些投资，那被美国的，特别是关于民主的进步，但是也包含人权啊等等这些朋友们，这是第一次比较认真的看到说台湾在这方面的贡献。那这个就是无关乎这个后面的这个我们国民是什么等等这个问题，而是说他是把民主当作一种社会技术。那所以当他们说，因为他们要投资在民主作为一种技术上面的时候，那台湾就多了一个可以出口的东西。在以前是说，如果他们号召在其他的国家建立公共卫生系统啊，这个疟疾预防、什么肺结核预防，这个台湾可以输出，这是我们的强项。或者是说，因气候变迁呢，有些地方它没有办法收成作物，它需要一些抗旱的作物出现，农业技术改良，这个也是我们的强项。那传统上面，这两个是最强的。那但是现在呢，就是我们多了第三个，可以去跟全世界，不敢说是输出了，彼此切磋的这些题目。那第二个是说，我们本来台美的中间的双边架构叫 GCTF Global Cooperation and Training Framework， 那一向都是我们两边办，然后再邀一些相关的国家，那主要是一些民间的人士来参与。但是也因为这次网民主峰会，我们把 GCTF 朝向这个就是刚讲到民主人权等等的讨论，那特别是让各地的独立媒体的那个空间能够增加，公社空间增加，那这些题目同时也是日本、澳洲等国关心的题目。所以 GCTF 就从一个双边架构，现在正式变成四边架构，就所谓的 mini lateral， 就是四个国家，然后都觉得这件事情重要，所以每一次的活动都是四方同时主办。那所以就把我们传统那种多个双边关系变成一个我们叫 mini lateral 少边关系、小型多边关系。那像上次的 GCTF， 加拿大也派了这个正式的代表来嘛，所以说比加拿大也会加入。所以这个就让我们看到，就是一方面是那110。
个国家的那一个国大的，那另外一方面是 GCDF 或者开放政府伙伴关系等等这些相对小的，就是从四国到可能四十国左右。那但在这方面，台湾现在都有比起以前要个别双边双边谈，这边就多了很多舞台，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 working level 就是我们的事务官跟其他的事务官就这件事情上面不断的有彼此的对话，而不会变成说以前像 APEC 的时候，总是我们要提一个案子就那个案的范围对话，而很难就这个整体的策略来进行对话。所以我觉得我们国足的空间真的在这一次就有打开了，希望能回答这个问题。好，拜拜。就是民主政策，对对对对，就是我想问有关台湾民主问题，就是会不会其实台湾民主也算是一种多数暴力的形式？您的看法是什么？那这个脉络是什么？就是像比如说民代，就是像比如说公投的时候啊，就是我们民主就是多数，就是多数的，那这样会不会其实是以多数暴力的形式去欺压到的那些少数？OK， 所以你的问题是说像公投这种制度是不是？但是要理解的是说公投它的拘束力比选举还要短，我们的选举一般是拘束四年，那公投是两年，所以就说选举如果发现选错人，那你四年之后可以投别人，但是公投如果发现说这个少数才是对的，多数其实是错的，那你两年之后 就可以翻盘。所以我就说这个跟就是制定宪法的那种脱离欧洲的那种其实是相当不一样的。我们这边的公投它比较像是一个接下来两年我们就先往这个方向走看看的这种事情，但是并不是说少数它就永远没有声音。事实上大部分公投所谓输的那一方少数在这两年里面通常就是在搜集各种各样的证据，然后去证明说两年之后这次应该再往另外一个方向。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它当然有道理也是没有错，但是它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在我看起来是比选举要稍微少一点，至少少一半，希望我们来经历。刚刚王杰的一些我想要问，就是你在高端疫苗看，因为打疫苗其实就是让自己有防御，就是那个病毒的能力以外，它另外一个意义是要让我们可以就是回到可以出自己出去外国那种就是自由度，但是因为普遍国籍都不太承认高端，所以我想问你对这个地方看法。谢谢。我重述一下，因为我听得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假设你前两季是打高官，除了自己有劳动力之外，是不是在出国的权利上面是有一些让步？是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对，但是当然，指挥中心现在已经说，你如果要出国的话，第三期你就不用等五个月嘛，立刻就可以去换另外一种打第三期。那这个大部分情况下你就可以出国了。那或者是说你真的需要的话，拿到第四期，那也是可以的。那所以目前我们对于高端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就是如果你就是急着要出国，而没有办法等到说就是 Bill Gates 那边或者是 WHO 那边的这些高端第三期正式的完成。那这样的话，至少你就比大家都早打第三剂的这个情况是可以先做到的。这样有没有问题？我没有问大家的问题，只是暂时就是可能要想一想，到底要不要去打第四剂的这个情况。对啊，这是每个人要自己决定的事情啊，确实是这样。但是我想假以时日，就是假设他的第三剂啊，比如说我们在那边。是成功的话，那高端本身应该也是会接受到延长。刚才有一个情况，他就是第一步，他是在龙年的时候生育率会提高。为什么有人可以？因为怀孕很困难。那为什么能够可以准确在龙年怀孕？
公婆是是非题，那但是我们像刚刚看到的，它不是一个偏好，那所以如果它只有是非题，等于只把它还原到一个位元的话，那是不是好像本来我有一个很完整的偏好想要表达，但却被压缩了，是正常就是反方，反而跟它社会的对立，是这个问题吗？对，是这是。喜好的问题吧，事实上这就是我们的研究题目。对，就是说我们每次工作的时候，当然在后面引进什么 policy 啊等等的这种做法。那但是最近这个我有个朋友叫 Len Y 啊，他在那个经济学人，跟经济学人的数位那边去合作，那他就很成功的去就是让大家 demo 这样子一个新的投票的方法。不过我是七分钟哦，可能没有办法花那么多时间。但是就有空的话，可以自己去机器人玩这个游戏。他做的是所谓的平方投票法，就是说同样还是公投没有错，那还是只有正反没有错。但是他的投票是每个人有99点，而不是只有2点或者是3点或4点哦。那在以前是说4个题目，每个人只有4个点，而且每个题目能够正或反嘛。但是现在好像以这次来讲，假设4个题目，但是你有99点，然后你可以平均的分配到 A、B、C、D 的正或反上面。但是呢，它有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说，让它的边际成本等于它的边际效用。意思是说，好比像说你要支持某个公投案，你若投1点的话，那它可以造成1票的效果。但是如果你要造成2票的效果的话，那你就必须要投4。为什么？因为它是2的平方。那这个，如果你要造成3票的效果的话，那你就必须要花9点等等。那这样有99点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只能投9票啊，因为9×9=1嘛。所以你全部灌在同一个公投案，不管正或反的时候，那这样就只剩下18点。那18点的话，那你就可能看另外3个公投案，你就是想要投正方或反方，那18点你就可以投4票嘛，4票就是4×4=16，那你还剩2点。那剩2点的话，另外2个公投案就各只能用1点去投它的正方或反方。那这样子的话，等于是说你就要开始去想说，这4个公投案对我自己来讲，它的相对重要性是多少？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说，我对于这个结果，我能够接受那个偏好的程度多少？我如果9票全部灌在其中一个正方或反方，表示它的反面的结果比较难接受。但是我如果根本不投它，或者是说我只投个一两票的话，那就表示说它的反面结果我也就还不错，还是可以接受的这样子。所以等于说偏好的强度就一个比较好的表现方法。那这样子的投票方法，台湾已经在用了。我们最近3年都是在总统杯六次都是用这个方法。那今年的总统文化奖里面，青年创意那一组就是投出跳霹雳舞的伯君的那一组，也是靠着平方投票法，所以才让说这个各种不同的专业的这些评审都有不同的表演的事业啊等等文化艺术的事业，但是就发现说霹雳舞这个跟它过跨界，所以就等于说大家可能它都不是首选，但是加在一起它变成最高票的这个情况，所以投票制度本身确实是可以改善的。那这可能是政治科学里面就是最无聊的一个题目，就是比较少人有激情的一个题目，但是是就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题目，对我研究这个很久了。所以我的想法是说，我们随着就是电子联署啊等等这些做法的普及，我们慢慢确实是可以引进就是解析度比较高的投票方式。那解析度高的投票方式就比较不会有一种好像赢者全拿的感觉。我觉得像我们在总统杯黑客松疫情啊，就是我们有200多个案子，那大家用了平方投票法99点，所以平均起来每个人都投5、6个不同的案子。那我们取前20强的时候，他投5、6个案子不会全部都没有进，就是他支持的这5、6个案子里面至少都有那么1、2个进了前20强，所以他也觉得自己赢了，并没有觉得自己都输。那第二个是说，我们就可以去看到那些没有进来的案子跟哪些有进20强的案子有综合效果。本来这些团队打散，然后让他们变成类似专家成员啊，去加入有近20强的这些团队。但是如果不是用平方投票法，我们也没有办法一下就知道有没有那么高的综合效果。所以就是这个高解析度的投票对所有人也有利哦，对大家都是无害的。那所以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这只是习惯问题而已。所以等到大家对于公投的就是投票开票的正当性
不 dispute 的时候，那我觉得像刚刚讲到最基本的预算投票，那未来的可能是电子联署，未来说不定电子计票，那等到我们有电子计票，就可以开始推地方投票法之类的东西，因为让人来倡导它是非常困难的，对不对？这个公投第几案25.5票，这个就比较困难。但是如果是大家要画2000名那个方式，然后全部用好像验钞机那个方式直接算，那这个跟人力的验算，就是用抽样验算的方法确保它的正当性的话，那我觉得我们到最后都可以去做到新的这个投票制度来啊。所以我同意你的分析，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些就是可以增进它的执行力的方法，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很多时候，比如说真正重要新闻，然后被一些名人的争议事件给盖过，比如说超商店有浴室或者是什么高压之类的。但结果大家都在关注，比如说什么高嘉瑜被家暴，或者是小绿换人的，这样。但你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你希望他因为真正重要的社会议题关注度很少，对，别人照。Okay, 而且我比较听得懂，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说，好像从盖台的这个情况嘛，就是说，大家当然注意一些八卦啊、综艺啊什么东西，但是那是应该是一天中的某段时间，但是因为媒体推波助澜的关系，所以我们本来应该注意别的议题的时间，好像被挤压到了，可以这样理解你的问题吗 ？OK， 我觉得这个是那个很多朋友说话的东西吧，他说不要恨媒体，要自己当媒体。那我觉得这个的 fundamental 这个的解决方法，真的就是自己去担任媒体的那个角色。因为我们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因为是宽屏知道嘛，任何人其实只要有一个手机，他甚至不需要出一张脸，可以用 YouTuber 的方法，他怎么样子都可以做出一个就是还不错的一个节目，然后让大家可以看到他的 take。那所以只要他有受过基本的心理训练，就是关于怎么样子去求证啊，怎么样找到他的消息来源啊，怎么样评判啊等等，现在不是都有很多一个字的传媒嘛？什么传媒？什么传媒？什么传媒？那就是表示说，他其实真的已经民主化了。就是关于设立一个媒体，在以前是你要有非常大的广播天线，或者是你要买一整个频段或怎么样。那但现在基本上就是只要有手机，然后你有受过心理训练，大概就可以担任自媒体。这个角色，那所以我想，为什么这次民主峰会花很多的时间呢？你看我们国家声明的话，里面有特别讲一段，说我们愿意提供经费去给全世界的这种独立媒体的这样子一种基金，就是确保说，如果你是一个对这份工作或对于追求公共利益有热情的人的话，你不会你的职业选择只有去加入比较娱乐性或商业性的媒体，你有一些有公共性的媒体可以去加入。那加入之后呢，你有自己的一个职业吧，那是这样的一个做法。所以当然，一方面在台湾，当然包含公司啊，包含像最近那个中央社论的台湾 Plus 啊，等等这些，大概都是让对公共性而不是这种娱乐性、消费性有兴趣的新闻工作者，真的有一个地方去的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在民间自己透过像群众外包、群众募资，群众外包是找消息来源嘛，群众募资是像之前有一个什么李宗铉。之类的，所以他想要去看有价值的逻辑新闻的时候，那他也不是下广告，而是过业配，而是说那他就直接应该是在走资嘛，发起一个订阅式的群众募资，能让他可以不断投入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工作应该是去让这些订阅式的募资，让这些公共这个网络的公司或是公共电视等等，有更多的让就是像你这样子的对这个关系的朋友有加入新闻直播的这个机会，那就是不要恨媒体，自己当媒体。大概是这个方向，希望回答这个问题。好，那就时间到了啊，那所以就没有办法回答，就是关于游戏曲子或者我的游戏曲子。不要，那这些一百零四个问题我都会看过了。那下一次就是如果还有人问这个问题，而且有轮到的话，我就不会被问到了。那今天非常谢谢各位，谢谢。